来打饭了，打饭了啊！阿姨打饭。好好好，来多吃一点啊！阿姨给我也打码。好啊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你们这两位同学不吃饭呀？饭都没打就想走吗？嗯？啊？干嘛呢？都乱着干嘛呀？来，赶紧给我碗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学习。哦。谢谢阿姨。好，没事。喂，你谁呀？我不认识，你打错了。来，你们两个把碗给我，我给你们打饭。这，阿姨，咋又打饭呀？什么叫又呀？这不是第一次给你们打饭吗？东子，多吃点饭不好吗？嘘。哦。谢谢阿姨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慢走啊。这阿姨什么时候添这么个毛病？还健忘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先吃饱再说。阿姨，我们吃完了，给你钱。等会儿，你这给十块是什么意思呀？嗯，不是食堂规定一碗饭就十块吗？对啊，一碗是十块，但是我给你们打了三次，那三次不就是三十吗？我去，阿姨，你这时候怎么想起来了？我要是想不起来，我怎么挣钱呀？再说了，我敢打，你们就敢吃啊？给钱。好。哈哈，又赚了一笔，有钱回家过年喽！欢迎关注董爷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